看家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安娜琳。收服，Pokémon get 到啦嘞！耶，我抓到了一只安娜宝贝哦，不知道大家抓到是什么样的宝贝啊？这一次呢，任天堂宣布了11月重大的神奇宝贝消息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赶快来一探究竟吧！任天堂近日公布了让人跌破眼镜的重大消息，那就是 GBA 经典作品《红蓝宝石》将会重次登场在 3DS 咯。消息推出就让神奇宝贝迷们兴奋不已。GBA 上的《红蓝宝石》是神奇宝贝中首次增加双打的重要里程碑，并且在 IGN 上得到 9.5 的超高分，更是当时 GBA 平台上销售排行榜不败的第一名游戏。这次新作即将移植到 3DS 上，可以说让众多玩家非常期待。2013年在 3DS 上登场的作品《神奇宝贝 XY》是系列作首度 3D 化的强作，并推出 Mega 进化与妖精系新元素。目前尚未公布游戏画面与情报，但是可以从封面看出 Omega 与 Alpha 字样。究竟会不会将神兽 Omega 进化与 3D 化诠释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